好，妈妈，你现在80岁，你觉得你现在的身体有没有哪一些特别要注意的？地内里面都是好，但是这个骨头疏松了嘛，年纪大了，骨头疏松了。从小也是工作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先生当兵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来教会活动啊，整个人爱向我们去身边转教啊，跳舞，整个人爱向我们好几个教友都是我们年轻的，不管男的女的，民国。